大家好，种一棵树，多一个希望。巴迪沙龙护苗行是为了我们下一代创造一个全绿色的世界，让我们一起手牵手去打造一个全新的世界，让我们的下一代能够有一个更好的生活环境。我是护苗公益大使兼形象自然大使 Mike Law， 9月21号不见不散，再见。